快点的吧，不要磨叽了。那我不能让人看不起呀。二周目再来呀，二周目吧，行。但我说句实话啊，这游戏我不太想玩了，我自己玩我单挑过了没啥意思，我主要是给你们看的，你知道吧？我准备通关了，我要是玩的话，我自己就随便玩一玩。我要是不给你们看，那是。就没啥必要了，我自己单玩没啥意思。它有点像大蛇，大哥让人抓了。难打呀，有变招啊，关键还带闪烁的。我收回我刚才那句话好吗？这 BOSS 确实还是可以。BOSS 确实还是可以的，有点东西，他薛飞是有点东西，这估计得80把吧。我要自己打的话，得80把到100把。因为它两阶段，啊，还有二阶段呢。这一脚，这一脚啊！这技能他妈挺难躲的呀！这应该往前滚。
老说我这刀太慢了，我就用这个刀。这个刀给他用，我就用这个刀。我都用这个刀，它不好用啊。哎呦我操，这他妈砸的我呀，这旁边有一个一样跟我受罪的，看着没？看个奇迹，别打了。哪来的水呢？那女的变贱了。是个男的，那不是女的吗？我大哥为啥没搁我虚迹旁边？哎呀，放圈了，放圈，我直接跑，哎，外直，放死度起效果了。
忘了。哪去了？上哪躲去，大哥？玩我呢？这咋躲呀？直接跑啊、哦！滚不了，跑呗。行，明白。这人出招，算了，这波我不招了，这波我不招了，我自己打一波看看啊。我把这技能背一背。我操，还有一锤！
麻盾吧，麻盾还行，有用错啊。谢谢一个无聊的读书人的钻石粉丝，谢谢啊，感谢。看着点儿，他脚踩。上大哥了，现在上也打不过的，二阶段的招的。还有个穿大树手背的，他这延迟太大了，我操！
哎你妈这个人，这人技能，哎呦我操，延迟好大呀，有的延迟大，有的延迟小，哎呀我操，这个 boss 变招太多了。我倒不是说我不招人，我最起码我得给他一阶段过了我才招人，要不然那什么要吗？那一阶段找人打呀？行，找人吧，快点给打过去，快点儿。这个反正就得练，这个 boss 也没别的，就得练。你要一个人打的话，挺难练，比大树守卫厉害点。我操！大树守卫没变招，他妈变招太多，还延迟。
跳了还他妈能被炸呀？不用躲，直接跑。我不跑了吗？你没看见我跑吗？你是没瞅着我跑了吗？这不跑了吗都？我的技能估计就得硬吃，不是躲的事儿。关了，你废废呀！一直跑就行了，是吗？明白了，跑的还是不够远。
的还是不够远呢。跑啊跑啊，使劲跑啊，能跑多远跑多远呢。赶紧跑，大哥你给我扛住，他就剩半管血了。好吧，你剩一丝儿，他剩半管。这个就跑，跑就完事儿了。哎，他妈搁哪呢？他赖着呀！杀我大哥！我操你！我他妈给你一刀！这原来上天还有一刀。第二阶段的时候骑马，快点了，我的妈呀！你觉得那里头能让你骑马吗？你说啥呢？你这说的是人话吗？没有血瓶，问你为啥不喝血呢？打个 boss 他妈让你骑马的，你以为这野外 boss 呢？还跟你在这骑上马了还？这波血也多，我让你看看那马长啥样啊？看见我兜没？那马长这样。兄弟，我倒也不是说非得要老跟弹幕吵架呢，知道吧？你看不见他说话，他就一直刷屏，你知道吧？这是最烦的。也不是说看不见，你不理他，他就一直刷屏。你看那刚才那个舅舅，你不理他，他就一直刷屏，你说怎么整？这他妈怎么闹的？这是人呢？连打他都没打过，然后他就跑过来指挥你，然后指挥的东西全都是错的，你不听呢，他还一直刷屏，然后他还生气，
给你一顿滋了，我操，这玩意儿这跑都跑不了。完事他从天上下来，唰嚓一个大剑，他妈这是哎难搞。估计得九点才能打完了。我不用试那十三血海，他不厉害。那打人都刮痧，那剑一路就能打着两刀，都干啥的呀？你不用老惦记那十三血海了，那刀啥也不是，行不行？拿那武神刀，我都不拿那四山血海，那有个屁用！你喝药，你喝药，我干他。上来先吐火，往那屁股后边走。大哥让人干了，传送回来，快点的！哦，下雨了。这么远你也喷得着啊？哎呦我操！那你让我咋躲呀，大哥？这谁送的飞机？谢谢 YOLO813 的飞机，谢谢啊，感谢。离他太远会放全屏技能。家伙，离太近也不行，离太远也不行。
我就是纯是用药死磕。我这纯是用药硬顶过去的，这哪能行？哎呀，别让我换技能了，我求你了，大哥，你怎么老让我换？不是换技能，换武器呀！我一整这武器用一阵，你就让我换另外一个武器，那不是武器的事儿。你非得让我换武器，那换也打不过，完事浪费时间在这儿。那到底是干啥呢？非得在这浪费时间，你说，那个武器就那么的重要？那 boss 本来攻击他也很频繁，完事还他妈用太刀。也能打着我，操，没有体力了。伤害有点低了，你到这时候一个魔法3000，那战士跟法师能一样吗？那肯定不一样啊。我得躲啊，是怎么打着我的？神皮套打这个 boss 可以少减点血，神皮套吗？
我没有神皮呀。我只有百字。这些云翔，完了，按错了，这不跟他怼头上了吗？我自己打，一阶段自己打。哎呦我操，他可太鸡巴赖了。好赖哦。这个人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人他赖到什么程度啊，就是他为什么赖，他一共有两个技能。第一，他是踩地板，第二他是蓄力踩地板。踩地板呢是顺滑的，蓄力踩地板也是抬脚，但抬脚嘛，抬完以后的没光，抬完以后才有光啊，等一秒钟才能有光，完事他才踩地上。带盾呢，盾反呢？
啥时候能打完？9点吧。这回怎么又抓得这么快了呢？一会儿抓快，一会儿抓慢，而且盾反的话没办法处决呀，第一下没办法处决，得两下吧。